新一期居屋搞珠，定出合资格申请人的简陋次序。房委会在社交网站直播搞珠，决定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。搞珠得出的头十个号码依次序是18、79、07、11、51、08、17、02、97和00。今期居屋四个屋苑有7047个单位，是复建居屋以来最多，一共收到大约23万份申请，超额仍够32倍。四个屋苑包括钻石山启祥苑、火炭彩和苑、马鞍山锦进苑和粉岭山丽苑，以市价6折出售。绿白表比例首次由1:1改为4:6。中签的合资格申请者预计明年5月或6月开始拣楼。